这个男人只会给你带来灾难，死亡是他的命运，你改变不了的。不能改变四爷的命运，至少也要保他在战场上的平安。为何要随身携带这么可怕的面具啊？害怕吗？大旗重举，破敌在即，愿父随我。高长恭，封地兰陵，人称兰陵。传闻高长恭身为皇子，但却有一颗仁慈之心，貌美却饶勇善战，万人难敌，人们也以战神美名形容他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被迫上战场，那是一个所有人都要置于你死地的地方，我只有戴上了面具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就抛下了我的仁慈，变成了一个保家护国的将军。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啊。你是奶奶的血脉，巫族的天女，你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和使命，但是外面的世界非你能所想象啊。身为贱民，一辈子都是贱民，永远都不会有出头的一天。你没事吧？啊！发生病瘟，咱必须放火烧村。您能做的应该是设法消灭病瘟，而不是放弃他们啊。我一直担心皇上是在齐国失踪，如果被齐军先找到皇上，那我大周的后果堪忧。一日不抓到戎贼之首，一日就会对我大齐造成威胁。我们得从大家都要喝的水源开始着手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过滤脏水。这个薛武姑娘可是真是太神奇了，一会儿只身烧掉了周国的粮仓，一会儿仍是浑水变成清水。难道说这个薛武姑娘真能治好这场瘟疫吗？据说得巫族天女者得天下，可惜巫族人早已消失，这个传说不知道是否为真。主要你比想象中容易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别上来看。你会说话？你连他会不会说话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这么信任他？在心爱的女人面前，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？你在担心我的安危吗？还是在悲伤兰陵王不是你所想象的悲天悯人。我跟他是不可能的，奶奶的预言很准的，他命中必有所爱，不会是我。你终于出手了，周国皇帝宇文邕。你骗我，你真的是周国皇帝？我这么相信你，你骗我。山哥，四爷，下去，起，皇上，箭，箭头有毒。他的箭头乱是周国秘制的毒药，我们是无药可解呀。在我眼里，你是很特别的。真的。
千里迢迢来到这儿，就是相信他会带给四爷平安无事。这个金丹还给你，希望你找到个好人家，早日把他送出去。命运啊，难道真的要让他们相遇吗？那玄武呢？我去救玄武。拿剑了，拿我剑了。朕跟兰陵王是天生的敌人，注定要互相的吞灭对方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救高长恭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根本就没有兵马可以用，又怎么能够斗得过朕的十万大军？我们要以500人马迎战敌人的修罗场，是我们的英雄装，大不了黄泉相见。夏蓉，这是我杨学武的面具。杨学武，是不是高晓峰快死了？你整个人都疯了！以为你服毒之后，朕就会给你解药，就会把解药交给高晓峰吗？解药，朕只会给你。四爷，四爷，学武好想再见你一面，但这辈子应该是不可能了。神佛主路，遇神杀神。遇佛杀佛，只要有了你，就会振奋军心。你永远不会是朕一个人，一个人在天里，因为得天下始终是朕。无论本王生或死，都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我在女王面前起了誓言。